真烦！我拄则毋是叫你伫咧门口口替我把风，你是走去倒位去啊？连吴家璇来，你也无通知我。我好佳哉，我反应紧，要若无去，发现咱就害啊！毋是啦，拄则有护理师经过啊，我惊伊有甲我认出来，所以我就……所以你就甲我等咧做你走。你真正是猪队友！好啊啦，莫甲我骂啊啦！你拄则伫边遐久？ 周永成总共是安怎哈？啊，袂死，若毋是吴家璇凶凶来哦，早就离开这个世界啦。哇，安尼都好，安尼都好。你是咧好啥？你到底徛咧倒一边啊？当然是徛伫你这边啊。啊，毋过哦，迄周永成若是死，迄代志变足大条，迄足麻烦的呢。你又搁知影啥？周永成死袂麻烦，无死则麻烦啊。 可是，若是好起来，问你讲，你是安怎会走去工地？你变安怎回答？我，你一定没想到我你这样讲的查某囝，无猜我之前为着要安康你的心事，浪费我真侪时间呢。歹势吼，这个叫做歹得出好顺。啊，毋过你叫我做遐歹代志，我无法度啦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，你做好人，我做歹人。 啊，遐个黑心官的代志，迄嘛拢是你想出来的啊，我嘛是真勉强才甲你配合的呢。我即马总算知影，谁在夜里没讲道理哦，拢毋知是要哭是要笑。好啊啦，你有时间骂我，你不如先甲我讲，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，安尼较有用啦。谁在逐项代志拢我替你处理啊？你大人大正啊，你莫用一个你的头脑咧啦。那周永成若是问我。 我都唔知影要安怎讲白贼啦，啊，这你较搞唔？连这种问题我也要替你想哦。哼，这唔较简单，敲电话给吴家文就好啊。哼，二姐，你即马是咧创啥啦？你才咧创啥呢？你叫我敲电话，佮对我这样歹着？我都还袂甲你讲敲电话。 只要我要讲啥，你就着急要卡，你是唔知死我啊？歹势，我着想过紧张，我头壳无度思考。那安尼，我即摆敲电话二姐是要讲啥？那依你的头脑，无论我安怎甲你解释，你也是听无啦。先离开才搁讲啊！哈，我未到厝就听到，厝内边又搁有人咧冤家啊！ 爸，你敢不知影环环？你头头对伫我的后壁，伊看到我去工地，就认为讲哦，我去工地做歹代志。我真正毋知影我去工地当做啥物歹代志呢？好啊，无你即摆当爸的面头前讲，你去工地是要创吗？我是去找头路，我毋知去工地。哈，找头路，哈哈。 无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要工地应工头，还是要应工人的头路？啊啊！要讲白贼嘛，来用头卡。我才无讲白贼嘞，我也去工地哦，迄是因为我要应征预售屋的代销经理。爸，我听蒋荣讲啊，二姐哦，伊捌伫个预售中心卖过厝啊，啊，因为伊拢主动哦带迄人客啊去参观迄工地呢，所以伊业绩足好诶。 我毋则想讲哦，去遐看卖，看我是毋是会当参像迄二姐同款，适合即份工课啊。我是无认为环环啊，应该去别人的公司食头路啊。啊，毋过伊安尼讲嘛是合情合理，永春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爸，伊安尼凊彩编一个理由，你就相信咯、喔？诶、欸，我这无凊彩编一个理由咧。 爸，你敢知影？为着这张代志哦，我搁转交去请教嘉龙因二姐呢。哦，现在资料拢是伊给我的哦，你看。总算是真相大白啊！哥，啊，环环资料拢提出来啊，你应该无话通讲哦。但这款资料是会当证明啥物啦？我伫咧路边就会当摕到一大堆啊。啊，若无你是要安怎才要相信环环啦？
除非黄环即马当咱大家的面打电话吴嘉文，证明讲这件代志是一个事实。我袂用卡。好，袂用卡吼，心虚啊吼，看到无？哥，你莫这么超过哦！你爱黄环提出证据，即马搁爱伊证明伊的证据，哪有人这么弱啦？你安尼哦，代志永远拢袂煞。只要黄环。伊会当打电话嘉文，证明讲这件代志真实的，我绝对袂阁啰嗦。哥，这句话是你讲的哦。只要我会当证明哦，我无乌白讲，你以后就袂阁再找我的麻烦了吼。当然，我讲话算。原本哦，我无想要因为哦咱家己的代志去搅扰到二姐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既然这样坚持，好，我即马就卡吼。喂，二姐，我环环啦。我哥想要问你讲哦，我是不是有打电话给你，问你哦迄预售屋的代志啦？哎、欸，喂，嘿，嘉文你好啊，我永成，啊是，真多谢你替环环啊找这侪工课的资料。哦，啊是讲你真正有替伊准备遮侪物件，啊，予伊问遮侪代志哦。哦，是安尼。免你唔通遮尔客气。会啦会啦，阮会好好啊甲黄环相处。多谢多谢。嘉文阿拉公。伊敢有确定黄环有去找伊请教这个代志？有啦。哥，拄则是嘉龙二姐亲嘴甲你讲的吼，我相信哦，你应该袂怀疑讲哦，连伊嘛咧对我讲袂出啦吼。啊，不过我也是认为这件代志内底绝对有鬼。你拄则毋是讲只要黄环有法度证明，你就袂去找伊麻烦？你现在是怎样？说过就不去了？没啦爸，你敢知道我对他去工地以后，他人就没去了呢？他根本就点过他在闪避我嘛。假使他所做的事情若是这样公明正大，他逼我是要做啥？喂，我哪有在逼你哈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军中湾呢。永成，你是怎样对黄黄后壁在给他军中？你现在把他当作是犯人在看待哦？爸，伊本来就做这代志，需要人去怀疑的嘛。真正是乌白来呢。咱大家是一家伙啊，连厝内边的人都无法度相信，你还去相信谁？乌白乱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后不准你安尼做。爸，啊，你连咪怀疑，连咪跟踪，你证明啥？证明你这郑兄哥哦，根本就是假长鸟多啦。你无迄个北塘接受，你有这小妹？哥，你有够浪酷！我黄安，啊，你有心要找头路，你是安怎无甲我讲？我就想讲，我家己会当伫外口找着工课，那安尼哦，就无需要麻烦着爸啊。啊，你讲这是什么话啦？啊，最近。我较无头神啊，啊需要一个特别助理。啊，你若真有心要找头路做，我规矩啊，你要对我身躯边。我赞成，安尼哦，我嘛较放心。爸，多谢你啦，我一定哦，甲你交代工课哦，做好势。无啦，爸，特助这个位置是偌重要的呢。你对黄文也毋是真了解啊。你袂当讲，因为伊是你的查某囝，你就交予伊啊。而且 DNA 这种物件，唔是百分之百准的，嘛是会出差错的啊。之前是你家己讲要再验一遍 DNA， 今麦你搁怀疑黄环伊的身世。爸，你敢知影？我看到迄字迹。哥，你根本就无确实的证据，用你家己的偏见在怀疑东怀疑西，安尼哦，敢那会破坏咱厝内底的感情，还佫有让代志变佮较复杂。等下，你讲什么日记啊？
啊，就是。煞出去啊！非人你唔肯相信我嘛？就算我即卖佫讲啥，迄拢是假讲的。同事，倒去看卖。啊，恁哥哥这两天无回来，一回来就甲大家咧冤家，去了解清楚，伊到底咧变啥棒。多谢你肯相信我，搁给我工课。是讲，迄特助想要做啥？哦，你先免紧张啦。啊，都，甲我倒提醒一个代志，啊，准备资料做记录，真简单啦。好啦，我一定会好好学啦。啊，若有啥物重要代志哦，你拢会当交代给我哦。好啦，到时呐，我会甲代志清清楚楚交代给你。啊，不过你会记。有什么唔捌的所在啊？一定要随时开嘴来问我，唔通惊。用钱拢无滴，你陪我出门一撮。要去倒吼？我想要找伊啊。爸，你讲的敢咪是迄天叫我伫个公妈厅跪落来迄个人啊？就是伊啊。你是安那？你会因为安尼就对人扣分咯？袂啊，袂就好啦。咱的感情很好。好。弟弟，我搁把你跟妈咪翕一张相片，准备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嘉秀。你应该放弃参选理事长。你哪向我老公这啊？因为我无想要逐天拢烦恼，可以等下佫派人来伤害你。我干焦想要安稳过日子。我是世界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就必须来主动启动的，互伊控制上。又佫有别人啊？你互别人去主动啊？我会甲罗家完全切割，而且即摆等你建议，我讲的，你花一礼拜时间，我讲的出来绝对做会到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当作一个骗人啊！受不亲，天哪！你要和家秀姐姐吃一只冰淇淋啊？伊之前一直拢真尊重我的意见，唔知影是安怎这件代志遐尼坚持着。夫人，请饮茶。这是最后一个办法，为着保护你的家庭，你爱无顾一切，阻止志明哥参选。小姐，感谢谢当替我先去做一支虾，回好好困觉。好，我去问看卖。喂，老公。我感觉嘉云愈来愈奇怪，恐惊有这件代志，一定要你出面斗相共才会用。